第一组挑战。算的。哇。你哥真有节目呀。你有可能一起来就中招了。真假的？我觉得周深应该能感觉到风。还有站起来的。有晃吗？这个球完全听不见，已经靠近内圈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你们再不动，我跟你说很危险。水球过，水球过，真假的？骗人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有点晕，好吓人啊！啊，好吓人啊！怎么了？是谁？他不会是我打把他的球打过去了吧？是是你是你。哇！怎么了？三、二、一。有球吗？哇！哇，你还敢站？哇哇！郭彦斌睡着了。周深就是有点轻敌了，周深站起来了，我一滴水都没有浪费全造呢，全部。接下来会再淘汰一位，剩余的两位晋级决赛。还有决赛？哎呀，这个心情太难受了啊！还不如早点砸到，早点下来呢。我给你们开个球。迟早的事了。来来来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朋友们。哇！哇！天哪！哇塞！好吓人！有点武林中人的感觉了，好紧张啊！我们看着都紧张。你知道这球多少次从你的鼻尖擦肩而过吗？他撞了我，但是他没破。决赛，决赛，来来来，决赛！这个决赛可以放弃吗？进入决赛，我听到我都绝望了。第二组成员就位。面积，你戴的太贴了吧？减少碰击的面积，要太高了不容易碰着吗？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二点五、二点一。我告诉你们，早就开始了。啊！动起来！哇哦！带的低还是有好处的。哇！
是撞到谁了？撞到王菊了。王菊撞到王菊，我怎么湿了？人家头球传给你了，王菊传了个球，算我的呀。好紧张啊，这个东西。不，你得动。动不动感觉都一样啊。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好，请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是个椭圆，这是个椭圆，朋友们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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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！坐起来再猛点，坐起来再猛点。再高一点，坐起来。走。王菊，上一把你碰到了，其实就有预示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现在也不是很狼狈，我先下了，姐妹们加油！姐妹们加油！我们接下来是竖排的晃动，竖排，竖排两个球啊！变了，竖排两个球啊！这也太多了。什么叫竖排啊？啊！这么有仪式感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后面还有高的。前面两个高，因为它那个上去了嘛。这就必须动了。对，因为它竖着砸，不动是必死。对。哇、哦，这个有点难，可以让有人试一下吗？请吧，请吧，各位。请吧，请吧。有请我们四位决赛选手上场。我就第一个。我感觉第一个太危险了。我觉得刚才老沙那个方式啊，挺好的。啥意思？就把帽子稍微再戴低一点。我戴不低，我头这么大。哦，那对不起，当我没说。下不去了。不是谁都有条件戴低。你是头位。好大一颗头。咱就是说中奖的几率还挺高的。我吗？有一点危险，就是说。决赛组，请准备，3、2、1，一。就要结束了，哇！我怎么感觉一下就要结束了？白鹿，白鹿。可是，为什么？白鹿破了，但是全部撒在了 baby 的身上。我的眼睛里都是水，全部都湿了。好像是撞了一下我，撞了一下，没错。